是一片绿油油的一片甘蔗田啊，啊，从一片绿油油的甘蔗田走了这个20年哈，包括2年的建校，18年的这个大学的运作，到现在，其实，在2019年今年啊，林道大学在进行脱胎换骨，啊，我们要脱离了青少年的稚气，青少年的摸索尝试。我们开始要像一个成年人一样，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，啊，我们向前走。接下来是一个张白浩的特辑，Screaming out for bodies to be heard, they will often push that side or turn.To your role, all calls you on to sing.Don't